方哦。当我看到那个剧，我看很多次，我才是很感动。三杯我也是很感动，我今天在来看，我们上台那把把我的秘密公布是哪位哈？那后来呢，我想讲啊，这个浪子回头，各位同学浪子回头，大家那你我看看我的口，简不简单？不简单。然后浪子回头怎样？金不换的话，对不对？金就递给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，啊，很难，对不对？对，李市长，现在写真实的故事，就是你看李市长，听我的口气就知道我是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听得出来吗？虽然我也吃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你弄那鬼公鬼啊你？你让我换你啊你啊哦，要满意一点的哦，我要这才能搞定。哦，所以现在鬼东西嘛。来，是这是观音啊，我们是观音啊，哦，他后来慢慢到了高中时候开始，白天去工作，晚上去读研究生，我们是很好学。他们在高三的时候跟以前很多中国朋友混混在一起，我看他们都没有读书，哇，我眼睛瞪得很直，然后呢，我来望去望去，我望到他们读书很无聊，然后后来我高三我来一读。啊，我跟他聊，我讲嘛，我讲嘛，我就会说，哟，哎呀，你看你们去读册，我妈妈都是啦，他们嘛，我们家里老外人，虽然是没有钱，要晒一下，你讲我，想办法回国，我们家里住册啊，哎呀，我那时候心里想到什么，我就要钱，我就把钱拿来了，没有晒，再给他花光光，住册钱给他花光光，然后过了又过了。过了两天之后，我妈说：“阿妹，后面一点我给你看。”我呢，妈就有点跟别玩起啊，我们才就打死，咣咣咣啊，一咣掉一双脚，咣咣咣，花脸酒店啊，对方我们才去了咣咣咣。后来，那家咣咣咣挺好的，还要拿给我，又要拿给我咣咣来给我三家，又要拿给我。也是有点良心，良心发现我哪里卖票了？哎，我们都骗我啊！我也不看你，我去过去外滩啊！我也不我的天啊！然后那就下面再往回拱吧，就很难过。你往你外滩又重现啊！我跟他跟我一样了，好像我听不了你啊！我跟你说，哦，看到外面花天酒地啊，人红酒绿啊，酒杯都是的，我去那边玩玩就很开心。好，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变得越来越熟，然后就这样跳，就比较能控制自己，然后慢慢溜达溜达，然后感觉不爽，很羞怕，然后后来变得很喜欢打架，这个脾气什么跟暴躁，这样就要跟人家起冲突，这样跟他一点交往，我就猜一猜，我老师在台北。漫画那种电影，对不对？哦，漫画，漫画，我老师有认识，漫画有兄弟，老师也在做兄弟。好了，后来有一次就发生事情，喝酒就打死，那个人都很白目，白目，后来就觉得喝一喝很爽，就情绪，对不对？还带着炸回来，还带一包，还过走一等，老板点等，哎，那东西叫欧卡，欧卡哥子。现在没有这种东西，在历史博物馆，我感觉就像日本武士刀，就感觉36厘米。后来就赔了100多万，3年，然后平均血了3年，会八块万，民国七八十年，然后把啊岁数最短，一个岁数最短，不要直接去看多，然后破五十四，真的呀，破五年。没有气息就好了。老爷爷，我没有气息了。哦，我爸爸说，我先给个希望，祝你衰了，各位同学，祝你衰。我想个希望，我懂啊，不对了，你来注意啦，我跟你讲，先不必说了。哈哈，他们现在比较忙，很努力，我来。而且糟了，我把那个东西也给办了，那糟了，现在辛苦嘞，还去花天酒地嘞，对不对？哦，
那不光是我的国籍，你说刚国籍的心口一点。所以我看到刚刚那一幕就很刻骨铭心，后来我没有想一下，但是我那时候都没有觉得够麻烦，后来觉得我很不应该，请不要放弃吧。然后父亲非常麻烦，我真的爱不应该。后来那一切当时我就说我觉得自己是很不应该，自己的心情的很笨，心的所大三个三个。但是我有时候知道，但是知道归知道，还是做不到。各位同学都知道归知道，我们在我在那时已经做不到，你在刚好心不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，他们要去当兵，还是心里说白，你要休息。后来有一次还是差点开枪，打打仗，我觉得是开枪，啪啪啪的，很多很多干部都过来了，然后就一枪到枪，可能被打飞起来。不然就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给你看就会生病嘛，最近老师一直在我家好朋友得万华小多一份子，又成为黄，后来就也是开枪，找了枪比较棒，后来被人枪毙。老师你知道吗？不是很唏嘘，哦，你才不愿意，然后就被枪毙。老师他妈就后来退伍之后，那些朋友跟我有个好朋友张荣光，他跟我传福音，他说啊。梦里啊，因为他很知道我了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都在一起，在一起，他很快，他好起来的求助，他们讲说耶稣啦，我们说我们需要耶稣哦，因为我们传统都是爸爸，我们需要耶稣，耶稣可以帮助你，耶稣爱你，我爱什么爱啦，什么耶稣啦，爱莫非啦，求求我来求求我，求求我来领了，我们听不懂的，他不会讲讲耶稣爱你。我不想太担心，因为是刚结婚，哦，你考试该起来，我们考试应该是结婚，还可以教会结婚，哦，哇，可以参加，可以参加，哦，我来请，哇，我来请，请我请，我来请，我来就要请，我来就要请，可以考了，哎，请我说，爱是很久的，但有的永远是，下面陪伴好吗？我现在就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欢迎我欢迎欢迎。叶老师，请问怎么办？请请请，那我哎，奇怪，三姐前后的感觉，哦，老师说不上来。叶老师那个空气嘛，空气循环有没有感觉嘛？我有，你哪里花点精力去哪边风花雪的地方，都没有这种感觉呢？为什么？你讲我们是上帝平安，各位同学，这是上帝平安。好了，我先就听了，这是上帝平安。你讲人上主要是上帝平安，你过去懵懂，你过去。你先忙嘢，你都会记住，即系爸爸，你我哋体会上帝平安。你讲哪上帝就是上帝平安，我亲亲下先，我为咗做上帝平安咯，哇，咁精神咯，我会记住我哋嘅，我阿叔你又讲平安，我说不上来，我讲我讲平安，而且你个爸爸讲，你个爸爸确实就是，我唔得，我唔，我唔该讲我先生，我唔该微笑嘅，我先，我牧师，牧师来讲讲。对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然后旁边有两个强盗，害他们失去他的官兵，然后就来嘲笑，按我现在说，彼得我的时候全部清理，一从耶稣没有赦免所有犯罪的，哇，我们能够休息，我来看看他的微信啊，只要影片一一浮现出来，哇，对呀，哇，我在那个他快死了，哇，就我就跟我男孩讲他，哇，哎呀，哇，一片他妈。刚刚吃那种饼干，那边我的老爹都摸你，我睡了，然后我在多睡些呢。我的怕休息，我怕他妈休光了，我怕那里那里那么细。这社会这一幕，哇，无限可怜之极。哇，他妈惭愧，我拿过去看看，怎么？后来有人去帮助耶稣是你，用孩子的生命，我告诉你。学习及我写的罪，一切良心亏欠。老师选择去干这个梦的是一种，而且我放弃说话，安排学员跟老师在那个梦的时候，也是怕，也是怕。那你说明天会怎么样？请大伙，我们员工帮你会休息，雨怕是怕，大伙对不对？安排休息，我说不能休息，就俩工一辈子，怕他，所以我都会惨，涨到头痛。
那把膝盖，对啊，它会长的，反正可以的，不会长的。老师，要不要修一修？啊，后来，那一幕是哪个老师的老师？兄弟一口都白，困的时候兄弟一口都白，你不要抽象。好，谢谢各位。